马俊伟亲自监制和主持的社会节目《同你继续走》在美国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项目入面拎到两个奖。对于以前想做社工又做不成的马仔来讲，都算是圆了个梦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因为我自己在基层出生，亦都是基层成长。我觉得而家个社会俾咗一个知名度我，电视台帮咗我，咁但系我觉得都系时候可以用翻呢样嘢去俾翻社会咯。咁所以嚟紧我都系会，我好希望再做多啲。除咗做节目、练歌、准备开演唱会之外，其实马仔仲喺北京大学度读紧硕士课程噶。不过他说这都未够啊。那我希望明年九月我北大毕业之后呢，我就可以正式读这个中医。我预咗起码要六年时间嘅。那六年后我就可以考埋个牌。那跟住呢，放心，我不会开档的。我不会无端见到间马俊伟中医馆的大家。但我希望我可以二诊。即是说我们自己演艺圈的朋友，我可以拿你来做实验啦。譬如我最多又免费帮你把脉啦，咁佢有啲同事见到佢面色唔好，因为我对呢啲真系有研究嘅，我亦都好有兴趣。我希望我唔系为咗做，唔系为咗真系开医馆嘅，但我好希望识多一样嘢咯。呢样嘢帮到人嘛，我第日帮人真系免费帮人把脉都系一件好好开心嘅事。